第一个呢，它真的超弹超好穿，第二个呢，穿起来屁股超窄腰超小，非常经典的双银扣双扣，然后第一个会让我的腰非常小，那尺寸呢超级标准，弹力十足极佳，第一个完全没有屁股大的问题，侧身呢是非常的显瘦，屁股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笔挺，不会到紧哦。再来呢，它里面没有安全裤了，因为这本身裙子就已经不短了，它算是一个高腰裙，中高腰裙还是可以自己调整你要高腰中腰的位置，或是你要下来一点可以，上去一点可以，但是我是觉得越上面腿越长，所以看你们自己咯。它其实没有过多的造型，但是版型就非常非常的利落好看，这边有一点点微微的刷白，让我们这边看起来特别的小，我觉得呢，我站远远我觉得我的腰真的小一个尺寸，买你自己的正常尺寸就好，170完全不会短，因为这件裙子真的不短，真的不短，剧院出过那么多的牛仔长裙短裤，这一件真的是不短，所以170、150、160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长度的问题哦。